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收到最新的消息，就是由9月10号开始，所有私家车辆出入真嘴灵灰安置所必须要在网上预先做一个登记的，那我就附上了连结给大家了。只要大家一click进去，就会看到一些条款，那大家看完这些条款之后，记得在这个左下角这里 tick 一 tick 明白条款内容，那就可以开始预约了。咁大家可以揀選咗日期之後咧，再填入車牌、聯絡人電話，填好驗證碼，手續就完成噶啦。另外一啲想搭穿梭巴士嘅朋友，我亦都附上連結嘅。咁以下呢個咧，亦都係巴士嘅時間表啦。地點就係喺屯門 V City 開出嘅，實際嘅地點就係 V City 地下嘅巴士總站啦。咁另外，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，我都會盡力幫助大家嘅。好了，今次跟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過，拜拜。